是的，我跟你说，感觉就是二成多。对，对八线，对八线，温润。我这我带住他，带住他。插头啊。嗯。插头。嘿，哎呀，安全了，好家伙，大鲤鱼一枚，好，漂亮的啊，漂亮啊，三斤，我感觉有三斤。大家好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，上回啊来过这个地方，还是叫上江水库，我们今天试一下手竿，上回在对岸用的是海竿钓的啊，钓的还不错。钓了半天，上来有七八条鲫鱼，还有一条鲤鱼。今天我们来里头呢，避风的地方呢，试一下手竿，钓的怎么样？就选这儿了。这味道，这后边是啥呀？哇塞，这味道，这后边是个养猪场吧？这味道可以啊，够劲儿。我钓了有味儿，你们看着呢，没味儿，熏不着你们。今天还是跟森哥一块过来的，森哥在我左边呢，用的是海竿，我呢是用手竿打个 PK， 我觉着啊，他今天没我钓的多，试试吧。今天用的杆子呢比较长，7米2，所以呢选了一个大漂，吃铅在3克左右，线组用的是08拉05，钩呢是4号锈，这里边呢有鲤鱼啊。假如碰着鲤鱼弄不上来，马上就得换大点的线组。调的是水平，钓两目，来，准备开饵，还是用这个金碗吃鱼，一包搞定。加水，1:1的水，迅速搅拌。冬天冷，让这个饵料呢多醒一下。10分钟，顶不住了。刚才啊，大爷往这儿倒了2车猪粪，看就在我旁边啊，臭死我了。换地儿，换地儿，换地儿。哎呀，我天！哇，呛得我受不了。我们去东头那边比较安静，也没味儿。呛跑了，呛跑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边呢非常干净啊，是一个回水弯，感觉应该是存鱼的，就挪过来了。走，来了，有鱼。哼，这个地方行啊，凯哥，下去就有鱼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这个地儿挪过来是正确的啊。哎呀，我天，我感觉这鱼啊也是被猪粪熏过来的，放盆里。进来来，接着来。看来这鲫鱼啊跟打窝不打窝没啥关系啊，刚过来第一竿就中鱼了。还是这个地方的位置，选位是第一位啊。来了，刚说完就来了，嚯！还是小家伙，还是小家伙，吃的是下钩，可以，哎呀，入盆儿，两尾了，就是太小了，给你做个伴儿。什么个情况？我还接了个电话，森哥。啊？哇，上鲤鱼了，这是？我上鲤鱼啊！我上了一对儿。我天，没抄网啊！没抄网，我抄网不是丢了吗？我给你抓。我先把这杆绳绕过来啊！我刚挪走一个中鱼了，我在那边钓了2条小鲫鱼，也是下竿就中。谁知道你这中大鲤鱼，俩呀这是？哦，不是说咱俩嘞。哎，这鲤鱼大。来来，从这儿，从这儿，从这儿起，从这儿起，那边没树枝子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这鲤鱼得2-3斤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感觉就是二斤多。别别挖线，别挖线，温润点。我这我带住它，带住它。插头啊。嗯。插头。哎呀，
咱跑不够呛。我知道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呀，安全了！好家伙，大鲤鱼一枚，好漂亮的啊！漂亮啊！三斤，我感觉有三斤。二斤，两斤，我估摸着差不多。三斤，三斤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这爽了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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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双尾，双尾。那个小家伙可能吃半天，我没理他。这叫鱼又鱼。是不是？啊，这孙子一个人还真不好弄。我没敢使劲牵，这比个圈数知道。这条鱼换我遛就跑了，肯定是孙哥遛鱼啊，稳。大吉，大鲤，一钩上的呀，一串上俩啊，一串上俩，这个漂亮，来入户，入户吧，放桶里吧，这桶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儿，给我羡慕死了！刚从孙哥那儿回来啊，上了个三斤左右的大鲤鱼。你们都说玩海竿没有灵魂，这边我玩手竿，这么点的鲫鱼，还是孙哥那儿厉害啊！不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个回水湾，小鲫鱼就小鲫鱼吧，找找灵魂。哎，哇，感觉有点分量啊！我靠，线细，慢慢提，来了。这个稍大点，稍大点。我天，0.5的线啊，没抄网咋弄？这二两鱼还用抄网哥？哇，撑死三两。三两？是吧？飞飞飞飞！我来了，嘿。三两，有三两。有三两吗？有二三两。就这样，少说二两半，二两半是有了啊。入盆儿，大哥哥来了，来来来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来了，小家伙，一两，啊，这可直接飞他了。小鱼一两，进去吧，又有伴了。兄弟四个，来马马了。哇塞，这个马马稍大点儿，这个马马稍大点儿。哇塞！杆子长，线细，慢慢来。二两小鲫鱼，飞它！嚯，看这鱼了没？鲤鱼啊，黄色的。黄色的啊，发黄，美人鱼。摘钩入盆儿。杂交品种。进去吧。弄条大的呀，感觉都这么点玩意儿。我也想钓大的呀，谁不想钓大的呀？实力不允许啊，实力不允许呀、啊。上回来还能碰条鲤鱼，我估计今天是够呛了。让孙哥抢去了风头。来买卖了。喂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有分量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快快！这个大，鲤鱼，像是中鲤鱼了吧？过不去，等会儿啊。应该是中个鲤鱼吧？这是。不行，我得往后走。哎，是鲤鱼吧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往边溜溜。哇塞，没抄网啊，这是，这咋弄啊？上来了，来了来了。鲤，不是鲤鱼，不大，鲫鱼，鲫鱼，这也不大呀，不大，还没三两嘞，
哇塞，给它溜翻了啊！我要飞它了啊！没抄网，只能硬来了，只能硬来了。终于上稍微大点的鱼了啊！国标三两有了，这买卖做大了。可以啊，这鱼。我的心呀、啊，还沉浸在那三斤的大鲤鱼身上。朋友们啊，可别说我玩海竿没有灵魂了。要不是今天玩手竿，那条鱼就是我的，三斤个，多漂亮吧！来了，哎，哇，有点分量。咦，不行，也是个小鲫鱼。这家伙窜腾劲儿大呀！二两，进去。孙哥，钓多少了？钓了几个吧？钓了几个？今儿不比重量啊，只比尾数，满满一盆儿，是一条。嗯，看看你的。可以。你在桶里头。看看孙哥钓几条了？嚯！两个大鲤鱼，这大的是我给你弄上来的，这个啥时候弄上来的？我刚跑一个来，还跑了一个。你看我打竿那个。哎呦我天！你看那鲫鱼，看孙哥钓那鲫鱼大不大？我靠，三四两。这鲫鱼可以啊。这孙哥钓的大鲤鱼，这个地方呢能玩。十五钓一天上梁水库啊，孙哥是稳稳的赚了，我那是稳稳的玩好了，挺好玩。今儿就到这儿了，天快黑了，我们收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